嘅一個嗰啲國色交流嘅概念，意思就係話兩個國色交流。哦 ，D K 細 B S 加龍細，係係就係呢個，就係呢啲黑嘢啊！日本嗰啲啊嘛，思維細啊嘛。你知唔知今日有咩啊？今日係今日成世咩 P 佢哋係八個火紋咗咗兩個嘴。成啲成啲，喂後邊喺度玩，我喺度吃汉堡的鱼客，哎，汉堡、啊、又掏出了鱼客，啊，又不是，又掏出了马里奥。回去那个对。好，上头轰下来接不上，不会是高达。好，奥特射出，再来奥特，那太足了，这个就。啊，二连抓，漂亮。通上通上，哇，差点雨，差点能雨。但是还是女神，哎呦，女神的这个空呢太强了。女神这削的跟没削一样，削一个空前的打盾，打盾补地针没啥用啊，才才加负二针，不行，不可惜，女神还是太强。现在回关汉堡和马里奥，马里奥作为一个水桶角色打哇，这个抓怎么不行？哇，这个抓的距离有点太远。系咯，我睇到第一反应。没了，没跳回来了。啊，现在的话，汉堡已经丢了两条命了，然后卡波现在还算是很健康，这个血量。怎么说？这波手边下头，哎，连不上了。好，你说两大连空呢？你发俾佢，你自己发。我觉得佢嚟嘅难，唔系你以为嘅难。但是其实看这个局势，汉堡很难受，因为一直都摸不了杀招。哟，漂亮，这个往后的接后头，又是一波守边轮，怎么说空 A 就完事了？哎，没有守边空 A， 其实我觉得空 A 可以跟汉堡天地同手，就一命换一命的话，我觉得是赚了。因为汉堡只剩下最后一条命了，但是有可能是卡波不想跟汉堡这样子搂，虽然可以搂，但是没必要。有浪的可能，再来一个后头包烟，直接下去空烟。哎，对，117的汉堡非常难受。哎呦，漂亮，再来个三十遍。自己打游戏开心就行。没了，哎呀，难受啊！那先恭喜卡波1-0。女神这个角色还是性能太好了，就上这十一版本，这一11.0的这版本削女神还是不够力度，削的不够大力。最起码的性能，虽然削不了的话，你也可以削一下他的前踢、下踢啊这些技能。最关键就是那个嘛，你说那个最你红红腰上广东腰不开心。啊，都话我唔系，我一开始以为你咩事？好，换了，换林克，林大林克打女神，暴论嚟嘅，佢都系暴论王，唔系暴论，佢啲嘢都冇过脑，佢就听晒嗰啲上海群嘅嘢，啲人讲完，跟住佢跟埋一齐讲多两句。但是其实这种对局的话呢，还是要看汉堡，汉堡的道具的应用。唔系讲佢，我都系佢一啲都唔知佢系。哎，刚刚一个打荡了，当然一个空 A 打荡了，但很可惜的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跑开了。他说我们抢兵飞动了，其实他只要他又拿买兵飞四分红。哎，接不上，这个低啊，女神的这个控速还好。这角色的中国第一了，好像就是玩游戏开心就好，屌你啊，唔可以讲晒啊。我最开张啲人，你将呢啲嘢你点样讲就有意思咩？
好似我哋做咩？哎，这个上帝太无奈了，这个判定也好，这而且这个判定是脱节的，这个没法反，没法反制，就算是坑他也没用。哎，这个 smash out 有点太多，但是好像超风对于这个动作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思路。现在打的 有点难分难解了，现在双方的把分比已经非常的高。初盾抓靴了，是不是说初盾抓靴了，是抓的距离靴了，女神的那个抓的距离本来是跟那个吸尘机一样长的，现在呢变得有点正常，只能说有点正常，但是还是不太正常那个抓的距离。跟住就可能就是啱好他们有绑中，跟住你先试试要怎么做那件事。哎呀，这个下踢太难受了，这也能刮到，来了个炸弹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好呢，就是汉堡他对道具的运用还是别上街啦，怎么回事啊，又是刚刚又是发空间打弹了，但是又没有追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然后我去下楼我把他们都杀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什么，我现在是哎呦差点，这个上 smash 又是一个无敌的上 P 手边，哇，这个脱节空上跟着我来拜这个好有铁越死越人家又不又搞好。那现在汉堡最后一条命有点难受，我连吸尘员了，都挖到人破了。但是这个终点这个图其实双方也不能说是都有劣势，这个图对于女神来说，这个图哎，这应该炸了，我把这种锦旗都出来了，那炸了！刚刚那个剑其实很适合。混子不了 DQ 了，明吗？混子 DQ。把这走哦。哦，下头空后漂亮。现在汉堡还没有什么好办法呀，115还没摸到杀招，很难受。又想摸 smash 了，但是这个跳起来还是要被女神也追到一个落地。爆烟漂亮，这个还是拼刀子拼赢了。我输俾烟，我跟住嚟要打嘅老师。来接总打，哎，跟住打。哟，太可惜了，这个就失误了，输掉了。那恭喜康康2-0。